如果一个男人能为你做到这四点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一，懂得尊重你，无论在婚前婚后，尊重你的生活态度，尊重你的理想，尊重你的事业，尊重你的选择，尊重你的一切。一个能懂得尊重你的男人，不大男子主义，不光说明他对你的用心程度，也间接反映了这个男人的品质。二，生活中有意识地去保护你。在圣经上说，女人是用男人肋骨做的，女人天生是柔弱的，是需要被保护的。一个男人在生活中懂得保护女人，会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对你的保护。比如说你们在逛街的时候，他会下意识地要求你走在他的外侧，用身体的本能去保护着你。这样的男人真的把你看得很重，很有担当，他会给予女人最好的爱，足够的保护。三，生活中会对你嘘寒问暖，一次的关心有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但是在生活中经常关心，那就不是单纯的关心，而是爱，是爱让他把你看得很重。他会关心天气变化，提醒你增减衣服，他会懂得你的小心思，关心你的月经周期，在乎每次来例假的时候都会很严肃警告你要注意计时，在你肚子疼得很厉害的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，在夫妻上面的事的时候会顾及你的感受。四，主动帮你分担家务。如果一个男人能主动帮你分担家务，说明他一定懂得女人的好，心疼女人，不想让女人太过辛苦，因此才会有心疼后的分担。女人要知道，自己的男人爱不爱你，就看他会不会心疼你，心疼你是爱你最直接的证明。如果他做到了这四点，对于这样的男人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